蛮喜欢那个，其实他今天没有来，刘俊杰。哦，如果可以跟他演到戏的话，我觉得也会很期待。怎么办？我被刘俊杰圈粉了，怎么可以那么可爱啦？小 S 隔空表白刘俊谦求合作，少女心喷发被圈粉啦！哦，干嘛？你是以为我们这边有在做是不是？对不起哦。我也不知道今天自己为什么会变啊。都会爱情影集此时此刻上架后话题不断，港星刘俊谦、韩国雪芙的单集讨论度极高。干嘛？我们能不能先牵手？其实我也不想见哦，我只是想好好的谈个恋爱。刘俊谦饰演厅长的外送员，和按摩师郭雪芙碰出爱的火花，同时还大胆献出裸奔。好了，什么警察临检穿裤子？我就将我的第一次给了台湾了。下半身几乎都是空的，你讲一下那心情感受。感受就很凉爽了，因为当时候拍的时候是台湾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时候。然后我从来没有试，我在香港也没有试过下半身没有穿裤子，然后可以到处乱跑。小 S 追完该集，少女心喷发，也忍不住发文隔空表白，怎么办？我被刘俊谦圈粉了，怎么可以那么可爱啦？Hello， 你过来啊，我想追你。你是不是在叫你的猫？事实上，两人在同一部影集没交锋，但私底下有单相思的现象。小 S 不是第一次表达对刘俊谦的好感，想求合作。我个人还蛮喜欢那个，其实他今天没有来，刘俊谦。哦，然后他有跟那个修杰楷一起上我们节目，然后当时我们就有请他们现场即兴演出什么的，然后他就非常放得开，因为我们要加演一个窒息的爱。然后他就整个人就是哇，眼神都很到位。我再去看他那一集，他是演一个那个听众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跟他演上我们节目的样子完全不一样，完全变成是一个路人，然后表演非常的自然。他说好厉害哦，如果可以跟他演到戏的话，我觉得也会很期待。小 S 肯定刘俊谦演什么像什么，电影梅艳芳、举手投足都有梅姑闺蜜张国荣的气质。唔好成日转我个尖。要懂得自己是自己啊，知不知啊？脱离戏外，他本人私下超活泼，估计这一波会吸千万少女心吧。好，大家好，他是朗王，他是朗王，他是朗王。哎，这个借我绑一下，鞭我。骗我！好了，